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今天咱们开始学习第七品经文，必成正觉第七。这一品经文呢，是法藏比丘在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佛面前，说出了他的48大愿以后，又以偈颂的形式来表达他至诚的行愿，所以当时感得雨花动地的瑞相，而且空中有这样的赞言：“必成正觉，必定成佛。”这一品经文主要是介绍弥陀大愿功德的圆满，大家从这品经文的题目里就可以看出来，“必成正觉”这4个字，语气非常肯定，不容怀疑。我们见到这个题目，一定是丝毫的怀疑都没有。念佛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名号功德的殊胜，名号功德的不可思议，所以必须了解名号功德的不可思议，你才能坚定念佛的信心和愿心。这两天儿，因为一直是沉浸在经藏里，所以每天都是法喜充满。今天早晨绕佛呢，绕出了4句话。这4句话这样说的，也和同学们共同分享。是这样说的：深入经藏里，快乐真无比，智慧一开显，自性即现前。可能这就是法喜充满的一个因缘吧。今天呢，我们因为学必成正觉这一品经文，那就看看我们学完了以后，你的信心和愿心坚定了多少，你能不能必成正觉？现在我们看经文，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这几句话是说，释迦牟尼佛告诉阿难说：“说当时法藏比丘说48愿之后，又以偈颂歌赞的形式来表达他的心愿，这个很好理解。往下看他的偈颂第一首：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思愿不满足，誓不成等觉。一共是4句。我是指法藏比丘，说我已经建立了超越一切世间的志愿，决定成就无上佛道。说这48愿，如果不能够圆满实现，我决定不成佛。这4句偈颂表达的就是这么一个意思。那这里面有几个什么样的重点呢？第一个，超世智。这一句话里最重点是在那个"超"字上，因为法藏比丘说他建立的是超越一切世间的志愿，就是没有人能比得过他了，是这么个意思。那这个超究竟超在什么地方？我呢是通过学习总结了这么4条，就是为什么说它是超世智，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第一个，我总结的是，法藏比丘这48愿，首先是他想到了，他想到了这48愿，这是第一个超。为什么说它超呢？
因为十方一切诸佛菩萨，咱们就先不说菩萨了，就先说十方一切诸佛，谁都没有想到这个四十八愿，唯独法藏比丘想到了这个四十八愿，这是第一个，他想到了。第二个是他说到了，别的佛没有想到，自然他就说不出来。法藏比丘想到了这四十八愿，而且表达出来了，说出来了，说明白了，这是他第二个超，超越其他一切诸佛。第三个超是表现在他做到了。我们现在都可以认定吧，四十八愿没有一愿不兑现的，通通都兑现了，所以说法藏比丘做到了他所发的四十八大愿，这是想到了，说到了，做到了，这是第三个超。第四个，四十八大愿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四十八愿愿愿互融，融就是那个融洽融合的融啊，它是互融的。这互融是表示什么意思？就说一愿展开就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就是一愿。我们再通俗一点说，就是一愿展开，它就包含了其他的四十七愿，四十七愿里包含着每一愿，所以说四十八愿是愿愿互融。这就是法藏比丘建立的这个智愿，是超世智的超所能表达的四层意思。再往下看，必至无上道，那这个是这首集诵的第二句，必至无上道，这一句的重点在无上两个字上，那个必至也很重要，必就是一定，不容怀疑，一定能够实现的，这叫必，就是不容我们有怀疑。为什么我把无上作为这句集诵的重点呢？因为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这个无上是指原教的佛果，原教的佛果是无上正等正觉，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佛果能够超过这个原教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所以说这个佛果位是最高的果位，因此说无上，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法藏比丘发愿不但要成佛，而且要超越十方一切诸佛，这是真正的无上道。大家听明白没有？法藏比丘发的愿不但要成佛，而且要超越十方一切诸佛，这是真正的无上道。所以说这里面所说的无上道，不是说在菩萨之上，而是在十方诸佛之上，所以说是无上道。这个无上这两层意思了。第三层意思就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阿弥陀佛，大家都熟悉，是这样介绍的，说阿弥陀佛是光宗极尊佛宗之王，一个极尊一个之王，你说还有什么能超越？因此这个无上，我给他总结了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最高的佛果；第二层意思，不但超越一切菩萨，而且超越十方一切诸佛；第三，阿弥陀佛是光宗极尊佛宗之王，这是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的，这就是无上的三层意思。往下看，私愿不满足，这个私愿是指四十八大愿，
任何一愿都圆满，愿愿都兑现，没有一愿是空愿，没有一个字是妄语，句句真实，这叫满足。这个满足和我们平时理解的满足意思不完全一样。原来我们可能想一点不欠缺，这叫满足。这里重点说是没有一个字是妄语，句句都是真实的。每一愿都是实实在在的，没有一愿是虚愿，这叫满足。事不成等觉，这里就是法藏比丘，他的大愿就在这儿。如果是这48愿，有一愿不能够兑现，他都不成佛。现在他成佛实解了，说明48愿愿愿都圆满兑现了。所以这一首偈颂总体来说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总结前愿的本愿功德，一切诸佛度众生成佛道，依什么？就是依这个念佛法门。最后两句话非常重要，念佛法门是正说，其他法门是诸佛如来的方便说，两个重点词，一是正说，二是方便说。念佛法门是正说，而且是唯一的正说，其他法门是诸佛如来的方便说，那就不单是一尊佛的方便说，是十方一切诸佛的方便说。大家想想，念佛法门该多么殊胜，多么重要，唯一的正说。看下面的几句偈颂：复为大施主，普济助穷苦，令彼助群生，长夜无忧恼，初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这几句偈颂是法藏比丘告诉我们，他说，我成佛时还要做十法界一切众生的大施主，救济他们的贫穷与困苦。这个贫穷是指什么？指福慧未圆啊，不圆满。困苦呢，是指无明烦恼未尽。他要让各类众生永远脱离生死的无明长夜，脱离这种忧苦，让众生出生种种善根，成就菩提佛果。这是法藏比丘在这一首偈颂里所要表达的意思。那我们先来看看什么叫大施主。这个施主啊，我们学佛人都知道啊，就是布施，善于布施的人叫施主。这个大施主呢，和一般的施主就又不一样了。大施主是，即是给予一切众生究竟圆满的财、法、无畏三种布施，称作大施主。就是这个大施主，施与众生什么？施与众生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三种布施，圆满布施，一样不缺，这叫大施主。什么叫诸穷苦？这个诸就是表示多的意思。诸穷苦是指没有智慧的众生在三界六道里受苦。长夜无忧恼，长夜是比喻众生沉沦生死，无明而不觉，如同长夜一般。忧恼即忧悲苦恼。那菩提果是什么呢？就是佛果。这几个名词我们把它明确了以后，就知道这几句经文偈颂它的真实意要表达什么。前面我们曾经念过这样的句子，说会以众生真实之力，
慧是给予众生真实的利益。那个真实又是什么呢？佛给我们真正的利益就是刚才所说的三种布施，而这三种布施是真实的布施。那我们再往深一层里看，那什么是最真实的利益呢？佛给予众生最真实的利益就是把无量寿经，把阿弥陀佛佛号布施给了我们，这是最最真实的利益。和前面三种布施比，这个比那个更要殊胜，大家想是不是这样？有谁能给我们无量寿？唯独是阿弥陀佛。你说这个利益上哪里去找？还有比这个利益更真实的利益吗？没有的。所以我们现在得到的这个真实利益，我们自己往往还感觉不到啊。等你感觉到的时候，你对阿弥陀佛那种感恩之心会油然而生的。下面我们再说说这三种布施。首先说说财布施。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这是阿弥陀佛多劫积功累德所成就的。这个阿弥陀佛有福报，但是这个福报不是他一个人享受，也不是他一家人享受，也不是他一国人享受，他要让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共享西方极乐世界。你说这个阿弥陀佛这个愿殊不殊胜？还有什么愿能超过阿弥陀佛这个大愿？那我们反过来联系我们自己，那极乐世界既然是阿弥陀佛是要让一切众生共享的，那包不包括你？包不包括我？包不包括他？全都包括了，人人有份儿，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人人有份儿，就是你愿不愿意接受。你愿意接受，你确实就有份儿；如果你不愿意接受，那你自然就没份儿。不是阿弥陀佛有偏有向，说给我有一份儿，不给你那一份儿，不是的。我这里讲明白了，如果你愿意接受阿弥陀佛这个福报的布施，你肯定是有一份的，你不愿意接受你就没有份儿。有时候我就想，我们现在挺享福报的啊，尤其是我觉得我晚年福报现前的，我就想我哪来的这个福报。我想明白了，我读经听经我听明白了，我是在想阿弥陀佛的福报，我是在想净空老法师的福报，不是我个人有什么本事有什么能力。这个福报真的不是我自己修来的，我真的是在想阿弥陀佛老人家的福报，想净空老法师老人家的福报。所以有时候我就想啊，感恩佛恩浩荡，感恩施恩无尽，就是佛的恩德老法师的恩德，你怎么报都不过分，怎么报都报不完。这是第一个布施。第二个布施，法布施。无量寿经与阿弥陀经都说得非常清楚，阿弥陀佛不仅是现在极乐世界讲经说法，而且同时又应化在十方世界说法。为什么我们说阿弥陀佛的愿力大，他的心量大，他的法是说给十方世界一切诸佛菩萨诸众生的，他不仅仅是在西方极乐世界说法。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同学们探讨，我说为什么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能做阿弥陀佛的助手，是因为他们的心量他们的愿力和阿弥陀佛一样大。如果他们的心愿
就是救度娑婆世界的众生，阿弥陀佛绝对不会选这两位菩萨做助手的。从这儿我们能不能悟到点什么？我们应该发什么样的心，发什么样的愿？我们的心量应不应该拓开拓大，让虚空法界都在我们的大愿之中，这样我们的愿就和阿弥陀佛的愿相近了。我们的心是阿弥陀佛的心，愿是阿弥陀佛的愿，行是阿弥陀佛的行，我们不就是阿弥陀佛了吗？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法布施，我们有时候说，哎呀，我这家里这几个人，哎，将来怎么办？这个心量太小，真得扩大。学佛的人，你要想将来成佛，你要想去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你的心量那么小，你真的去不了。这我告诉大家，都是实实在在的话。因为阿弥陀佛的法布施是布施尽虚空遍法界，不仅仅是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你的法布施不像阿弥陀佛是尽虚空遍法界的，去西方极乐世界真的有点难度。这是第二个布施。第三个布施，无畏布施。无量寿经的经题是清净平等觉，这就是的的确确的最真实的大无畏。我们这五个字天天都见得着面，甚至是天天都在说。实际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一切论说的什么，就是这五个字，清净平等觉。有的同学说，刘老师你怎么一会儿说释迦牟尼佛49年说的是五个字，有的时候你还说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就一个字，心啊。因为我以前确实说过，刁居士问我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概括的说是什么，我告诉他一个字就是心，两个字就是放下，三个字无所得，四个字回归自性。就是你怎么理解，你要硬口死抠字眼儿。你说刘老师那次你是这么说，这次你为什么又说是这五个字，你理解对了你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如果你没理解，慢慢琢磨啊，慢慢理解这个东西吧。不是说你想，我琢磨，我刚才说个词儿，琢磨这个词儿不对，是悟。哎，你慢慢就悟明白了。实际你看看你的生活实际，看看你周围的修行人在修什么。第一，要把清净心修出来；第二，要把平等心修出来；第三，要把觉心修出来。你这三个心你修出来了，你能不成佛吗？你肯定去西方极乐世界做佛。现在你对照一下自己，这五个字你还欠缺哪一个？赶快补。一定要先把清净心修出来，这是基础。你没有清净心你平等不了，但是它也是互补的，你没有平等心你也清净不了。哎，一个都不能丢。所以说佛给我们这个无畏的布施，是让我们众生心地清净平等。你心地平等了，清净了，你就能够远离一切苦厄。如果你不清净不平等，苦厄永远伴随着你。所以消业障怎么消？念阿弥陀佛。我多次跟大家说过，念阿弥陀佛是消业障最简洁最好用最好使的办法，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词来说。因为其他任何形式都消不掉的业障，一句阿弥陀佛能全部消掉。记住那个全什么意思，一点不剩。那就看你信不信了。反正我消业障，我就用这种方法，念阿弥陀佛。有的同学说，
刘老师现在说这个学无量寿经，这无量寿谁能得到？什么时候能得到无量寿？这也是大家心目中的一个很迫切需要明了的问题。我把我自己的一点悟处跟大家说说，供大家参考和分享吧。它不一定正确，因为这是我个人的一点体会吧。我说，如果你真心想证得无量寿，现在就可以做到，不用上西方极乐世界。我一说这句话，肯定会引起很多同学的惊讶。刘老师，你这句话是不是说太大了？现在就能证得无量寿？我说现在能证得无量寿，因为什么？真正的念佛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活着去的，他不是死了去的，所以他活着的时候的寿命就已经是无量寿了，是不是？他去西方极乐世界，那不接着无量寿了吗？那你说他不是死了去的？如果说他死了去的，他往生极乐世界，你可以这样计算，从他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一天起，哎，开始算无量寿。我说真正的学佛人，你现在就是无量寿，我自己就是这样认为我自己的。为什么我老是法喜充满？我就充满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呢？我听经听明白了，我讲经讲明白了，我现在讲经第一个受益的人又是我自己。为什么呢？我讲明白了，我突然的豁然开朗的，我现在不就是无量寿吗？我这么一说，可能又有人要批我，你净吹牛，你现在就无量寿了。我吹牛我也得吹，我觉得我现在就无量寿了，因为我将来去极乐世界，我肯定是活着去的，我不是死了去的。因此我认定我自己现在就是无量寿，那我也可以认定我的同修们，真正的念佛人，你们将来往生是活着去的，你们现在就开始无量寿了。你说这么大的喜事儿，能不发喜充满吗？你为什么成天愁眉苦脸的？因为你没有发喜，你不知道西方极乐世界是多么美好，你不知道你学佛把清净心学出来了，把平等心学出来了，把决心学出来了，你是多么的幸福快乐，你没体会到。你体会到了，你就说，哎呀，刘老师太感谢你了，哎呀，我现在可体会到了。我但愿我今天说了这个以后，愿我的同修们更多更多的人从现在开始无量寿。如果你们都做到这一点，我今天这一番话没白说，我这个牛也没白吹，我吹得值得。希望同学们都这样，因为这个，所以阿弥陀佛的三种布施，你想想我们都得到了。那有的同学说，你得到了，我没得到，那你障碍着呀，你不接受啊，你不接受阿弥陀佛这三种布施啊，所以你就得不到呢。那你说阿弥陀佛是不是大施主？还有哪一个施主能超过阿弥陀佛给予我们的东西吧？咱们就说白了，能布施给我们这么多最最真实的东西，最最真实的利益。什么呢？把无量寿布施给我们了，你说是不是尽虚空遍法界的第一大施主？你除了阿弥陀佛以外，找不出第二个施主能布施给你无量寿。他可能给你点珍宝啊，那都好说，无量寿他不会布施给你的，唯有阿弥陀佛。所以说阿弥陀佛真是我们的亲人，是值得我们依靠的亲人，真是这样的。你仔细体悟体悟我说的这一段话。下面一句，普济诸穷苦，用什么去普济？用清净心平等心去普遍的平等的帮助一切众生离苦。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一个阶段，我对这个平等认识越来越深刻了。原来我比较注重清净，
现在看来光清净不行，你要想帮助一切众生远离苦厄，清净心你必须具备，平等心必须具备，觉悟的心必须具备。没有这三心，你想帮助一切众生离苦，那是空话。尤其是阿弥陀佛以平等法普度一切众生，注意平等法，阿弥陀佛以平等法普度一切众生，下一句是令一切众生依平等法成平等佛。注意，出现了三个平等，第一个是以平等法普度一切众生，这一句里连着两个平等。令一切众生依平等法成平等佛，高不高明？殊不殊胜？你读到这儿的时候，你能不能升起感恩之心？阿弥陀佛，太伟大了，太了不起了，真是用一句话说，诚不可思议也，真是不可思不可议，你怎么想你都想不出来。可以说，阿弥陀佛的平等法去度一切众生，让众生依这个平等法成平等佛，可以说这是一切经典里所没有的。有的同学们可能读经很多，你们回忆一下，就这个平等法，平等度一切众生成平等佛，其他的经典里没有，是不是这样？也是一切诸佛世界里所没听说过的，除了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任何一个诸佛国土没有这个说法，没听说过。你想想，那这个法门它为什么难信？不就难信在这些个地方吗？它太殊胜了，太微妙了，人们不知道。为什么有些等觉菩萨成不了佛？因为他没看，没接触到这个法门，他不知道还有个念佛法门。一旦他接触了这个法门，他立刻就成佛了。所以这个是稀有的法门。那这个诸穷苦啊，这个诸是多的意思，穷苦的含义非常深，不是我们所理解的，贫穷。苦痛不单单是这个，李炳南老师在讲经的过程当中，对这个诸穷苦，他举了四个例子，四方面，就说了四种穷困苦难。第一种是什么呢？大家想想，对对自己的号，是不是这样？第一种苦，在六道里没有依靠。简单的说，没依靠，这是苦。人命无常啊！你说咱们人谁想死？谁都不想死吧？但是你能不死吗？谁都做不到。人命无常啊！你在六道里是无依无靠的。要不我这次我告诉大家，我说我现在我才知道啊，亲人在哪呢？在西方极乐世界呢。六道里没有啊。六道里，你一轮回，你谁都不认识谁了。只有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找你的亲人，海了去了，多了去了。我不知道我这么说你们信不信啊？信就信，不信那你就苦着。你在六道里，你就一个亲人都没有，独生独死，独去独来。好好想想佛经里这句话。那个佛呀，告诉我们。说人命在呼吸之间，我们知道这是穷苦之一吧？没依靠啊，所以说你靠谁？我说那我靠佛，佛告诉我们，佛也靠不住。那大家又不理解了，说那佛我们都靠不住，我们靠谁呀？佛是教我们离苦得乐的方法，你听懂了，你就离苦了，你就得乐了。你就得救了，你听不懂，佛代替不了你，所以我一再
跟我身边的同学说："我说你们一定要好好修，好好老实念阿弥陀佛。哎，谁都靠不住。我说你靠我靠不住，哎，我是靠佛都靠不住，靠你自己是吧？自己救自己，你自己就是佛嘛，你自己就是阿弥陀佛嘛，你上哪找佛去？"我这回讲，大家听懂了，谁也不要靠，好好的把佛的教诲说的那个道理，我们把它听明白，然后我们去落实，我们自然而然就离苦得乐了，就很简单的事儿。你要是弄复杂了，咱们想怎么复杂？你要是把它弄明白了，你再想，原来是这样。就像我那次说的，大道至简，越是大道越简单，越整的那么复杂，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不是大道。那些连小道都不是，走的犄角旮旯去了，钻牛角尖出不来了。所以咱们还得走大道，清净平等觉。清净是僧宝，平等是法宝，觉是佛宝。我们就靠这三宝，这三宝呢，又是我们自性三宝，绕来绕去又绕回来吧，靠谁？靠你自己的自性三宝，你自性三宝一现前，你什么都明白了，是不是这样？为什么今天早上你给我那四句话啊？我也想，可能就让我跟大家说说，所以开头我就跟大家说了，那个法喜充满的时候，你是一种什么心态、什么感受？用语言没法表达，表达不出来。所以你们看我一天无忧无虑的，乐乐呵呵的。有时候一言不发的，可能这一言不发的时候，我就进入一定的状态了，静止了。那时候就是大脑是空白的。你说我想啥呢？我啥也没想，真是这样的。那种法喜，我真希望人人都去能够长寿长寿。你当长寿了以后吧，你对这个学佛、念佛、成佛的信心呐，那是倍增倍增的，那就不是现在这种状态了。现在念几句，念几天。烦了，老念呢，哎，对了，没念到地方，没念到时候，念到那个境界的时候，不让你念都不行。不信你把我话记着，到你境界现前的时候，你就想，哎呀，刘老师那时候说的我还不理解呢，现在我知道了，真是这么个事儿，老师没骗我，我真不会骗人。所以说，怎么样明心，怎么样见性。那明心见性，说起来也简单，依教奉行。说阿弥陀佛这四个字就是甚深禅定。你说你今天面壁打坐坐禅，明天坐禅，实际84000法门，你说哪一个法门不是禅定？所有的法门修给都是禅定，因为只有定你才能开智慧嘛，只有智慧开了。智慧一开，你能不明心见性吗？所以它是连锁反应的。因此说，老老实实念这个阿弥陀佛，你就得甚深禅定。不单是禅定，是甚深禅定。你再加个妙，那就更好了，是不是啊？甚深妙禅定，多好啊！我愿同学们都得到这个甚深妙禅定。这是第一个苦啊。六道里没有依靠，下面说第二个苦，第二苦是没智慧。想想我们自己有没有智慧？我们要是有智慧，那些蠢事儿我们就不办了，是不是啊？谁明明知道怎么回事是对的，完了还去办蠢事儿呢？就因为我们没有智慧，所以我们才偶尔的犯点小错误、小毛病，是吧？都很正常。我们呢是属于。聪明，或许是有点儿。我这么说，有同学可能不服气。哎，你不聪明就够意思了，你还说我们不聪明啊？啊，那我再好好说，就是你们都有聪明，但是缺少一点儿、一点儿，那么一点点的智慧。我这么说行不行？别生气啊，别生气。我不是说批评谁，因为现在确实是我们缺少智慧。
如果我们智慧开了，我们的生活就是幸福的，就是快乐的，我们家庭是美满的，我们的身体是健康的。因为现在我们缺少点智慧，脑子里的妄念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就这么苦。我就想让大家尽快的明白这个道理，早点脱离那个苦海。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说，那个智慧和这个聪明啊，它是两回事儿。聪明呢，说白了就叫识智变聪。这个智慧呢，能明心见性。那我们现在要两个摆呢，让我们去挑去拣。你说你拣哪个呀？是不是得拣智慧呀？那小聪明先放一放。你智慧开了以后，那小聪明你回头一看，自己都觉得可笑。哎呀，那时候我还沾沾自喜呢，我觉得我挺有聪明的。你拿智慧一比，就把那聪明比下去了。所以我希望同学们拣智慧，别拣那个小聪明。这个世间有没有真正有智慧的人呢？有，不过呀，就是大智慧的人就是在你眼前，你不认识啊，真的是这样。因为啥？我们没有智慧，我们又没有那个慧眼，所以那个大智慧之人在你跟前儿，你也不认识，甚至你还瞧不起他。所以这就是那种有智慧的人。用一句什么话来形容呢？就叫大智若愚。可能这种人，你从表面一看，傻乎乎的，说一点也不精明，因此你瞧不起他嘛。就像我前些日子说那个，我认为那个是个真正念佛人，那谁要100人看他，我估计得有99人瞧不上眼的。长得其貌不扬，瘸了拐杖的，一走一瘸。说话还不那么利索，傻不呵呵的。人家那时候我说了以后，可能有人说这刘老师啥眼神儿，还说这个人是真念佛人，是大智慧。但是我就那么看的，我就没看他傻乎的，我就看他傻里透着的那种智慧，我就认为他是大智若愚。真正的智慧在里面，他没有显露出来。谁能把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圣景念现前呢？他念出来了，你念出来了吗？你没念出来吧？我也没念出来，我不如他，啊，就这么一个傻不呵呵的，就这么一个人，他能把西方极乐世界那圣景念现前，现在在眼前，因为他不知道，他问我，他说刘姨那是怎么回事？我说你跟我说说，哎，他说我坐在那个养老院那个台阶上念阿弥陀佛。这个院子整个景象就变了。我说变成什么样了？什么都是金的了，地也是金的，树也是金的，那个小鸟飞来飞去都变成金鸟了。他说怎么回事呢？他说还有一尊，大概是佛吧。他告诉我老高老高了。他说顶天立地呀、啊。那你说他会编吗？他肯定不是编出来，他看不着这个景象，他编不出来的。所以说我们看看什么叫真智慧。什么叫假聪明？这一比就比较出来了。古人说呀，说真正大智慧的人看起来像愚人，其实他是有真实智慧的，他一点都不愚。我们比不上他，谁愚啊？是我们自己愚，才把人家看成愚呢。所以黎明南老师说，第二种苦，没智慧。第三种苦，没方法。你说和我们是不是都能对上号？就世间来说，我们这一生很不快乐。那有什么方法能教我们快乐呢？你看，我们家庭不美满，都想用什么方法能使家庭美满？说社会动乱不和谐，那用什么方法让社会不动乱，要让它和谐呢？用什么方法能让国家富强、人民安乐呢？用什么方法能让世界和平回归呢？这都是当今世界人民所普遍关注的问题，所亟待解决的问题，可是都没有方法，所有的人是一筹莫展，没有办法解决这问题。
这是第三个穷苦，是不是这样？老法师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给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但愿能够早点落实。早点落实，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个一个都会解决的。就是现在，有没有慧眼识才？老法师我一再说，是宝，是我们的国宝，是我们的佛宝，是救世界的，可是没人认识啊，这就糟糕了。这些个问题，如果按照老法师给我们的理念方法去办，没有一个不能解决的。有办法，这办法在无量寿经里。如果我们把无量寿经学明白了，这些问题都解决了。老法师说的办法全在无量寿经里，这不是他老人家发明创造的。所以这是第三个苦吧。因此说，这个社会和谐、生活美满、世界和平、天下太平啊，这些个，我是这样想的，这不正是我们共产党人所追求和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吗？你说佛法和我们共产党人所追求的是不是一致的？如果我们这个问题认识清楚了，这个问题还难解决吗？不难解决，但是要不认识，难解决，没有方法，因为教给你，你不信呢，你不办呢，这是第三个穷苦。第四种穷苦是智慧不能开，因为你智慧不能开，你烦恼不可能断，所以这是第四种穷苦。以上这四种呢，就是李炳南老师当年给归纳的四大类穷苦，我们现在对对号，样样具足，一样都不带缺的。所以说，阿弥陀佛这个大施主，他要平等的来救度这些穷苦，要解救这些众生离苦得乐。有的人认为这不是谈玄说妙能吗？那你信就能，你不信就不能。我要告诉你一句最真实的话，佛从来不谈玄说妙，他是要帮助我们解决现实的问题。有的人说学佛，学佛能得啥好处？说将来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的人一听，那我不学，那往生极乐世界不也是死了吗？实际这个宣传这个佛法的人宣传偏了，误导众生了。学习佛法是要解决现在的问题，将来的问题那是果报，现在是花报，你现在就可以得到幸福，得到快乐，得到健康。你这一听你高兴了吧？说原来是这样，你学不学佛？你比如像我，我要死的人了，我没死，我现在这么快乐，这么健康，你不羡慕吗？你羡慕就学佛嘛，念阿弥陀佛。我没有什么绝招，我就是念阿弥陀佛，因为我心真诚，所以我念佛就灵。真是这样的，我把我最真实的，没有什么奥妙，那你们认为它玄妙，那就玄妙。在我这没有玄妙，你是玄在哪儿，妙在哪儿？是妙在我，你觉得玄，那你就光有玄没有妙，我是有妙。要加个玄妙，那不更妙了吗？你一定要把这个妙找到。下一句是令彼诸亲生长夜无忧恼。这个诸亲生的面非常广，它是包括尽虚空遍法界，上至等觉菩萨，下至地狱众生，听明白了。为什么说是包括尽虚空遍法界，上至等觉菩萨，下至地狱众生，一个不漏，全包括在内。长夜无忧恼，这是阿弥陀佛告诉我们可以待业往生，永离忧恼，
有了这一条，我们的心安不安？如果没有待业往生这一条，我们是一点救都没有。你说谁没有业呀？不是恶业就是善业，净业可能是不是那么太多？那你说，要是没有待业往生这一条，我们能去极乐世界吗？那我们就永远苦着吧，永远在六道轮回着吧。但是现在因为有了这一条待业往生，我们就可以安心了，遇到念佛法门了，我们就老老实实念阿弥陀佛。哎，我们那点旧业，允许我们带啊。哎，这个是任何一个法门，任何一个佛国土所不具备的。下面说，初生种善根，善根是什么？就是这句阿弥陀佛，多简单这个答案，又称为万德洪名。大家想，这个万德是什么？万德就是众善根，无量无边的善根都在这一句阿弥陀佛佛号当中，名号功德真真实实不可思议。我们认真的支持。坚固的支持，能将阿弥陀佛无量劫中所修的功德转变成自己的功德，这个大便宜你占不占？说到这儿，有同学又疑惑了：阿弥陀佛多生多劫修的那个功德是累积的，我们现在能把阿弥陀佛无量劫的功德转变成自己的功德？这不天方夜谭吗？能可能吗？我告诉你们，能可能。要不我怎么说一句呢？这个大便宜你占不占？确实有这样的大便宜。那你要不信，你就占不着呗。那我信，我就占着。我现在我就努力的把阿弥陀佛多生多劫积累的功德转变成我自己的功德。为什么我相信？能够做得到，因为什么呢？无量寿经是自性三宝，弥陀功德是自性功德，这个你认可吧？那自性哪有内外之分呢？那个自性哪有自他之分呢？那阿弥陀佛的功德不就是你的功德，不就是我的功德，他的功德吗？你这样一想，那阿弥陀佛的功德，你就把它转化成自己的功德了。你说这是多大的一个便宜啊？你为什么不信呢？你不信，你就占不着了，你就错过这个机会了。因为什么？我们和阿弥陀佛是一个自性啊，自性不分内外，不分你我，不分自他。你这么一想，你不就明白了吗？所以可以讲。阿弥陀佛的功德转变成自己的功德，要相信我的话，我不骗你。下一句是成就菩提果，一切布施以此最上最殊胜。这个"此"是指什么？成就菩提果。菩提即是成佛，阿弥陀佛帮助我们。是要帮助我们圆成佛道，与他自己无二无别。阿弥陀佛想让众生都成为和他一样，都成为阿弥陀佛，这个大愿大不大？如果我们赶不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的布施不圆满，只有众生的成就。和阿弥陀佛的成就是完完全全一样的，这是阿弥陀佛的布施功德圆满了。这是什么？这是会以众生真实之力的具体体现。大家想一想，高明之处在什么地方？你比如说苦，佛告诉我们苦。在什么地方？然后告诉我们为什么苦，这是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佛
告诉我们解决的办法。你说这个老师上哪找？告诉你苦，然后告诉你你为什么苦，帮你挖根儿，根儿挖出来之后再告诉你解决这个苦的办法。所以说，佛的高明之处就在这儿，他不单能发现问题，而且重要的是能解决问题，是吧？把问题都给你说得一清二楚。你说我们听明白了，方法也学会了，用这种方法把我们的苦难就解除了。你说我们不应该报佛恩吗？不应该感佛恩吗？在这里，我想说，前些日子。在那个博鳌论坛会上，习主席有个主旨演讲。那一次博鳌论坛会，又一次使中国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心。那个掌声啊，真是发自内心，是真诚心发出来的，不是礼节性的。因为那个节目我不是从头至尾看完的，我是看那些片段。每一个片段使我感动的是：一，掌声实时爆发，那个热烈程度，以往的任何一个会好像都很少见。再一个，我看到的那些个片段，习主席的演讲全是脱稿，没有照稿，说的那么透彻，那么明确。哎呀，你就感觉到听习主席讲话，你这心里特别安，特别稳。就有一种极大的安全感，就是这种感受。所以说，中国了不起，全世界都在聆听中国的声音，感受中国的智慧。所以我可以发自内心的说，中国，伟大的中国，作为一个中国人，真是应该感到骄傲和自豪。所以，我们作为学佛的同学们，一定要爱国、爱教。作为我来说，爱我们的中国共产党。我一再跟大家说，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们要爱自己的祖国；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要爱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佛陀弟子，我们要爱我们的佛陀教育事业。这样。这三条我们都做到了，我们就没有白来这个人世间走一遭。哎呀，好像觉得时间挺快。有的同学在网上说：“哎呀，没听够呢，老师就讲完了。希望老师每次讲2个小时。”哎呀，这次为什么安排1个小时？因为这个经呢，可能是需要讲。大约70集左右吧，可能同学们也为了照顾我，说因为上午录一次，下午录一次，每天录2个小时，看看以后研究研究，如果情况允许，咱们可以再增加点时间，今天就到这里，感恩大家，阿弥陀佛。